刚看完，大家都刚看完，所以我还没看。没关系，等一下，好像是晚上晚一点 ，YouTube 也会有。没看到我可能要看 YouTube 上面的。晚安，谢谢 L 的小浪花 ，Hello 阔西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其实那个几号录影的、啊，其实蛮久以前的。我要等 YouTube， 我也要等 YouTube。Hello 阿冠 ，Hello 慧香。Hello 小薰，两个下 ，Hello 罗侯 ，Hello 瑞荣，谢谢洛克的比心，谢谢洛克的比心。你在等 YouTube， 我也在等 YouTube。冬至哦，对哈、哦，有点想起来，冬至是十二月那个几号？21。普通啊，嗯。不可以交出自己，真放弃。谢谢勇哥的小浪花 ，Hello 杜，是不是卡住了？脑中的空白，空洞的空隙，卡住了是吗？还好吗 ？Hello 丽丽，变成谢谢勇哥的吻手礼，卡住了是吗？上次对瑞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，因为我们其实没什么一样的衣服，其实我们不喜欢买一样的衣服，所以那个我们真的是每上一次节目就要买一套姐妹装，所以我们最近买了蛮多套姐妹装。对 ，Hello 幻影战士，谢谢莫涵的比心。Hello 博弈 ，Hello 国荣 ，Hello 卡丘。Hello 博伟 ，Hello TCY，Hello 七七 ，Hello 瑞。情感呼吸的呼吸，挣扎了，选择了，然后归零。就唱歌不不行，会被吓死吧 ？Hello 一颗心，谢谢杨公公的比心。Hello 鱼萍，谢谢杨公公的比心。清醒，脑中的空白空洞了空心。Hello， 坤坤晚安。累，好久不见累。Hello，T 恤哥阿翔。Hello， 秀一燕城思涵晚安。坤坤晚安。Jeffrey 晚安。Hello， 冠德余宁，余宁老了，你老一岁了，没事啊，是长大了。今天有工作，对，今天有工作。谢谢瑞荣的看好你哦，谢谢逸晨的比心，谢谢秘书的 love，hello 定璇 ，hello 叶天，谢谢龙骑士小浪花 ，hello 哲品王 ，hello 热根，谢谢秘书的 love， hello 威卢定璇 ，hello Ultraman，hello 风亮 ，hello 库洛洛，大家就是在电视上已经看过一次了，如果之后 YouTube 上传，大家也可以再重新看一次二刷啊！记得在下面留言哦。谢谢小白的我来签到，晚安冠德。小青的不然你那是李一姐的特效，李一姐超厉害，她有很多厉害的特效。谢谢 Ray 的玫瑰 ，Hello 美米美米最可爱。我设计团服应该最恐怖，喂，你怎么这样说呢？等 YouTube 首播，对啊，网军出动。杨雄晚安，杨雄晚安。Hello， 贾鲁特，双胞胎还是姐姐比较像？哎呦，谢谢小薰，贾鲁特晚安。Hello， 人，嗯，嗨，谢谢智的胸膛续费一个月，谢谢智胸膛续费一个月。Hello LY 七七八八 ，Hello 俊颖，俊颖晚安。喵哄在上，就降点；猫奴在下，就。Hello 夏晴 ，Hello IP 妹 ，Hello 平蕊，哎，是蕊吗？平蕊 ，Hello 北原生胎 ，Hello 威卢 ，Hello 夏晴，双胞胎确实姐姐漂亮，谢谢。今天要十二点吧？对啊，今天是十点到十二点。嗯，谢谢北原神太的比心，谢谢北原神太的比心。Hello 田中是 Hello 豆力王，怎么又变后面的又改了？
你对团服设计应该是 AKB 风裙子之类吧？哦，我不知道哦，你看了节目就知道了。谢谢萨鲁的掌声鼓励，谢谢来自天堂的魔鬼，晚安豆力王。谢谢萨鲁掌声鼓励 ，Hello 枕头。不过我们那个团服其实有它难度在，反正大家看节目就知道，因为它有一些条件，就是反正大家准时收看节目就知道啦。晚安小薰，威鲁，谢谢威鲁的玫瑰。哇，我今天真的长得比较漂亮，果然那个有工作认真化妆是比较不一样的，是吧？吴婉玲是真的吴婉玲吗？吴婉玲现在几点还不去睡觉？是真的吴婉玲，你们要投票吗？嗯，不知道，以后就知道了。Hello 阿凯 ，Hello 小雨，你们想投票是不是？那你们会投给我吗？如果你们投票的话 ，Hello Sky Flight，Hello 果冻九号 ，Hello 小薰 ，Hello 刚刚，天气好冷，只想睡觉，不想上班，大家都是这样子，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吧？累累，我有叫累吗？刚刚我有叫累。投啊，哪次不投？你们都会投票给我吗？我觉得你们不一定，你们也不一定会投票给我。Hello R 正，你看瑞说要投给懒懒。如果说这是爱 ，Ice Hello Ice 安安 ，Hello 夜空 Sky，Hello 静云 ，Hello 亚麻路普 ，Hello 切尔东 ，Hello 可乐咖啡。如果说这是爱，爱你放开我肩膀。Hello， 奶冻卷，中日一笑笑改名了吗？中日一笑笑，天气好冷。对啊，今天又很冷了。投给李一姐，我只能说，哎，我就是嘎逼晚安。你最近种了一盆雏菊，哎，雏菊很美，我也蛮喜欢雏菊的。对。哦、我在叫玲玲，对，我在叫玲玲。Hello， 塔尔哥 ，Hello， 志祥 ，Hello， 大元 ，Hello， 吐司吐司 ，Hello， 阿卢 ，Hello， 罗杰，嗨嗨。我们今天就是设计嘛，上就是认识设计师这个职业。然后那个 Hello 赤木 ，Hello Ultraman，Hello 月笑，哎呦，月笑改名字了，月笑。Hello 原子竹。谢谢小薰的吻手礼 ，Hello 翔哥 ，Hello 家居，我身旁，翔哥晚安，祖祖 ，Hello 祖祖晚安。我刚刚想说什么？对，我刚刚要说上了那个设计师，就是服装，就是我们体验服装设计师这个职业嘛。谢谢豆力王的小浪花，然后就发现，哎，真的每一个人设计出来的东西，其实都跟每一个人的风格有一点像，就是怎么讲，就是你可以感受出一些那个人的一些个性或是什么内心世界嘛，反正你们到时候看了那一集就知道了。谢谢祖祖的小浪花，好像之后要选团服，为什么懒懒已经破梗了这样子。谢谢 Ultraman 的小浪花，谢谢小薰的幸运四叶草，原来懒懒已经破梗，那我就跟大家说啊，之后要投票。没错啊，之后会投票啊，之后会设计出来，然后之后会投票。我的设计风格是什么呢？我只能说你们等到我们做出成品，你们就知道。不是，因为我们今天去录的时候，我们还在第一阶段，就是我们去学习设计师的一个他的职业是一个怎么样的，他的工作是怎么样去工作。Hello， 透露讲晚安，所以我们就是。先画设计图开始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做打板啊，做剪布啊之类的别的事情这样子，然后之后再做成成品这样。Kazuki Hello Kazuki， 对，拜拜祖祖晚安。Hello KK Hello 小河水源，对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做的只是第一关，就是创意的发想，然后把设计图画出来。但你知道我是一个超级不会画画的人。超级不会画画。Hello 冰火，拜拜猪猪。对，所以我其实蛮不擅长这个。对 ，Hello 超哥，的宿命，我属于你的注定，不属于我的命运。Hello 红毅晚安，你们知道。
他说你设计的这部方面哪有啊，也没有好不好。Hello 冠文，他设计的才是那叫浮夸。红衣 Hello 红野梦，他设计的才是浮夸。可是我觉得他设计的其实算是蛮有设计感的啦。对啊，算是蛮有设计感，只是有点难做的感觉。对 ，Hello Home， 看不到大热门，只好等晚上直播。欸，我也没有看到大热门耶，但是我在等 YouTube 的那个影片上传上来，好像是晚上12点会上去。对，今天大热门有我。对啊，没有看到的人可以看12，我不确定，反正之后 YouTube 会。综艺大热门的频道会上传新的一集，大家没看过的就可以去那边看，然后看过的可以再看一次，然后记得在下面留言哦。我没有，我刚刚没有看电视哎。对 ，Hello 君汉，今晚有首播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记得印象中是晚上12点会上传，然后会不会有首播？因为我没有跟过哎，12点，哎，12点，那我们可以一起？不行啊，我等一下，我12点。关播哎，对啊，所以你们看完我的直播就可以马上接着看大热门，对 ，YouTube。晚安苹果猫 ，Hello 米兰达。哦有哦，啊好像有，好像有聊天室，有这个印象，好像会开首播聊天室。对，被我电，什么意思是被我电？希望你之后要多买衣服 ，OK。我跟你说，买越多双胞胎系列的衣服，就代表我们两个的工作越来越多，算是一个好事情，这样。对啊，顺便，小恩晚安。看完一点就可以去睡啊，一点要赶快去睡了。看完一点，差不多就可以睡觉了。对，你跟妹妹很少同台，对我跟妹妹不常同台，对，就是说是一些。一些缘分，需要一些机遇，然后刚好这次碰到就是适合我们的单元，然后就是才有机会可以去上，对吧？所以真的是算是刚好有适合双胞胎的单元。希望就是各大节目有双胞胎需求的话，都可以找我们这样子。去哪买我设计的衣服？你可以等我的圣诞 T， 我圣诞 T 大概可能3月吧，因为我4月生日嘛。如果照今年的日程推算，感觉是3月，不知道几号，然后会有我的圣诞 T 的贩售，就可以买到我设计的衣服了。对，君，Hello 志宏 ，Hello 哟。哦，格格同台过一次，但是电视节目是第一次啦。对啊，电视节目是第一次，格格的话是网络节目。对。Hello Martin，Hello 杜吴，晚安志宏，衣服算是好看，衣服就是走一个简约的风格。对，哎对，其实我应该要打清楚吼，我应该要打清楚是电视节目对不对？这样，因为网络节目其实已经同台过，但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我的意思。晚安。然后异想天开的部分的话，我不知道哎，可能不会那么快。因为异想天开，我们是主要是设计成我们自己的团服，然后我不知道会不会贩售哎，对啊，同台过更多吧。可是以前其实没有上过节目吧？对啊，以前同台是有同台，但是其实没有上过节目。对，对啊，哎，我可以改一下，我来改一下，好了，第一次上电视节目。Hello 易杰 ，Hello Simon， 来改一下好了。怎么那么还没开始唱歌？Hello CJ 103，谢谢 Ray 的玫瑰，真的中了再算。其实我也是，我觉得大家可以选大家喜欢的，不一定要投给我啦。对，
Hello 小旭 ，Hello 豆皮柯基，最早同台，要看你同台的定义是什么。同台是台的时候有同台，但是我们那时候应该是没有上电视节目，我印象中是没有，在舞台上是有，但是好像没有上电视节目。土豆 ，Hello 土豆，必须史上半周年，时间过得这么快啊！Hello 哈利，投票去哪？投票还没啦，都还没做出衣服，怎么投票？你们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到时候会告诉你们要去哪里投票。对 ，Hello 小黑黑 ，Hello 黄鱼 ，Hello 情流，唯一支持情流影，第一次是拍 MV， 对，第一次算是这叫什么？荧幕同框的话是拍 MV， 对 ，CJ 一零三晚安 ，Hello Hanabi， 我的生活变得空荡荡，被心事说谎。William Hello， 吐司到时候大胸膛要动员起来，大胸膛动起来。可是大胸膛还是投给心目中的设计好了，我怕我设计的真的不好，然后有点对不起大家。克里斯晚安晚安，我知道你们的强项是投票，谢谢啊，在这边谢谢大家，让我们虾皮第一名，真的真的谢谢大家，果然大家就是最有力量的一群人，对不对？希望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去填我的握手会跟合照卷。OK， 谢谢柠檬的小浪花 ，Hello 红眼梦女。对啊，谢谢大家呢，大家很厉害，果然你们是最厉害的，对，太棒了。那我那个握手会跟合照卷不要忘记了，我的是雅的。Hello 神奇黑胶，谢谢秘书的掌声鼓励。Hello Simon， 谢谢秘书掌声鼓励。Hello 安德鲁，谢谢黑胶的 kiss 啾啾。欧比王晚安，欧比王。对心事说谎。比你想到多么的不堪，伟大的雨还像我怎样？原来猖狂，一个人不妨。你也说我妹跟朋友一起来投票，对啊，就是要动用、动员、动员起来就对了，对不对？果然，你们动员力很高，是不是？谢谢克里斯带我去流浪，谢谢克里斯带我去流浪。说有拍电影是什么电影？哎，我有拍，我客串那个《你的情歌》，对，我就是做一个小小的客串这样子。Hello 阿春 ，Hello 萱萱。哎呦，按到了。讲到你的情歌，我们来播一下 MV。其实大家今天可以拿这件订的 CD 哦，到货是不是？我来播一下。讲到你的情歌，我们来播一下你的情歌，还是真的电影？是啊，是真的电影啊，客串一个电影，然后里面就是饰演一个小角色这样子。但是能够客串电影，我认为就还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对，到货，恭喜恭喜君汉。温存拥抱，我想和夜空闪烁，我们会很久很久。上映了吗？已经上映了，去年的春节吗？是不是去年一月啊？哦，时间过好快哦，傻眼呢。去年一月上是吗？去年一月上的吗？我有点，是吗？是去年一月。有种旋律叫舍不得，也像是心如刀割。对啊，好久哦，时间过得太快了吧！我就是这样子老去的，真的时间过好快哦，我就是这样老去的，各位。
家，你各位，我就是这样老去，大家都是这样老去。有种旋律在想念着，也就心疼。啊！再次意识到我中年偶像这件事情。时光飞逝，对啊。Hello Jack， 哇，你们不问我都没发现，已经一年了。Hello Charlie， 真的大家一起变老。Hello， 谢谢豆皮客机的玫瑰。Charlie 晚安，看起来还是18，哇塞，真的你们不提起我都没想到，已经过一年了耶，好久以前的事哦，也没有多久啊，就是很不可思议。对啊，大家一起变老了，大家一起变老。疫情一年，对耶，这样算疫情其实也差不多一年了。大家再加油一阵子，我们就可以熬过去。夏春卡宁，谢谢红颜梦。Hello， 一晨。能不能消失在这首歌的天真？好久不见，宏伟。我去日本玩也是一年前。对，我去日本玩也是一年前。一晨 ，Hello。流浪的依然深刻。谢谢你成全了而放手了。你的护照在柜子里成灰尘一年，我的也是啊，我的也是就这样在柜子里封存了一年了。 Hello 人豪， Hello 苹果猫。所以时间真的是在不知不觉中就过得很快，所以大家还是要把握每分每秒。奇怪的结论。Hello Gemini，Hello 鲁蛇 ，Hello 新姿，护照都换新了。对，我的钱包都已经不见，换了新的身份证了。Tinty，谢谢瑞达去流浪，谢谢瑞达去流浪。多贼。一成回忆，对。你的情歌。Hello 益生菌，你换好多日币在柜子里待一年，没事啦，总有一天会用到的。月校圣诞聚餐，对耶，没办法，因为疫情真的取消蛮多事情的。不过没办法，现在的话就是疫情优先。对，我们来听一下双胞胎唱的歌，白兔的，让我想起研究生时期的事啊。哎呦，翔哥，想起那个胖胖的我。怎么那么多广告？好的，谢谢朱里恩的浴衣 ，Hello 阿爸，谢谢朱里恩的浴衣，晚安易凯，礼拜天，对，礼拜天的点心面也取消了 ，QQ， 新年换新换新 ，Hello 浪客859，拜拜弘毅，哎，天呀。31号，绿草地 ，Hello，Hello， 现玉绿草地，31号，谢谢益生菌的真情告白，谢谢益生菌的真情告白。突然粤语不习惯，我想展现一下我的亲和力。哎、欸，那个31号真的是我期待很久的活动，因为阿北桑毕业之后还没有跟阿北桑在工作的场合见过面。Hello Becca， 然后31号是那时候我一得到消息，我马上就赖阿北桑说，阿北桑，我们终于有一起工作的机会了。对，你并不懂我，哎，唱错，怎么会懂我？你从来就不曾在乎我的感受。没兑现过承诺，傻瓜才懂温柔。那
假装笑着点头。Hello， 佩勋，好难过、哦。希望还有厂商愿意找我们，跟阿贝桑在同一个工作场合，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。谢谢瑞龙的荧光棒。今天很漂亮，今天有录，今天有工作，今天录异想天开。对，冠德，我也难过，冠德。室内都在办，他有他的考量吧，因为他其实好像有一些跟，因为他毕竟是点心面，他好像有一些跟吃的方面有关的活动吧，所以他以就是安全来考量的话，他们可能还是觉得取消比较保险一点。对，谢谢想去。对啊，应该是可能会有吃的，因为它毕竟是新品推出，肯定会有试吃之类的。我在想，怎么会等我？你从来就不曾在乎我的感受，没兑现过承诺，傻瓜才当温柔，难过时候还假装笑着。对，室外其实室内比较好控管人的流动嘛，可是室外其实虽然说不是密闭空间，可是其实人来人往也不太好控制。对，我超喜欢吃点心面的，还是说想太多？也不是吧，我觉得就是，他们就是现在每一个人都小心吧，上海有很多尾牙也取消了。对，宏伟期待1月30，对，1月30有我们的超级周末现场。希洛库玛 ，Hello， 英华 ，Hello， 大家要准时收看哦。我跟大家说，我觉得是现在大家都很小心吧，就是现在没有人想要让疫情升温这样，所以大家都很小心，对。你并不懂我。我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珍珠被爱，我忘了。哎呦，要播什么歌 ？Hello， 开心 ，Hello， 紫伟哥 ，Hello， 玄米，晚安，晚安 ，Hello， 阿哲，晚安 ，Eric， 晚安，炫，晚安，开心，晚安。谢谢最哥的真情告白，谢谢最哥真情告白。Hello 阿凯 ，Hello River，Hello 阿口，阿口，异想新人特辑，期待起来！异想新人特辑，我跟你说超精彩，你们绝对不可以错过，真的不能错过。Hello 晚熊先生 ，Hello 晚安晚安 ，Hello 流星麻将，对，这两天没有本土病例，算是一件好的事情。对，阿 Kira 晚安。都不要等，只想继续做梦。谢谢阿卡的吻手礼 ，Hello 阿春 ，Hello 阿华 ，Hello 飞宝 ，Hello 小叶。今天那么有精神，今天还好，今天只是看起来比较漂亮。Hello 奈奈，晚安。Hello 土豆 ，Hello， 我看起来就很年少，你才年少，你全家都年少。结束分手。Hello 君，哪一集不精彩？每一集都很精彩，大家要准时收看每一集，好不好？不是啊，我今天因为我上节目，看起来比较容光焕发，容光焕发。对，想你，真的假的？他指我？哎呀，是货是货，长大了一定大有前途，勇哥。对，这是怀念，竟比失去还要更难受。Hello 星期四，今天我没看宪哥，宏伟你可以等12点的 YouTube 会上传那个节目的档案，你可以12点看。Hello 九档晚安，星期四 ，Hello 星期四 ，Hello 楚雄 ，Hello Recu，Hello Kaske，Hello Hello， 今天真的很漂亮，今天就只是化认真化妆啊 ，Hello。谢谢宏伟的比心 ，Hello 土地公 ，Hello 炫洗头，我今天我才不会因为有没有洗头就差很多好不好？但我今天刘海是有喷发胶啦。Hello 玉祥 ，Hello 文相，空叶 ，Hello 上班加油，
志宏，那你没关系，你明天起来再看就好了，反正 YouTube 档案跑不会跑不见。对，我今天是有喷发胶了，你们看我的刘海。心只要能微微颤抖就已足够。今天真的不一样，有差那么多吗？你们不要这样子，我平时妆太不认真，没有差那么多吧？你们这样我有点不好意思了。Hello 玉祥 ，Hello 文向晚安 ，Hello 瑞龙，刘海很坚固，对啊。你们这样我有点不好意思哎、欸，真的。晚安证人。对啊，李一姐真的超强，考照达人，什么都瞒不了她。发夹，我今天发夹是贝壳的，你们看超 Q 的。今天没有水果，今天哎、欸、对，今天没有水果，我今天应该吃水果。其实外面有葡萄啦，要吃吗？你看我的发夹是贝壳的，王美手，王美手，可爱吧？我平常只是比较放松，不是我平常不是放松，我平常是那叫什么？那叫什么？清明，清明会不会讲话？清明，那是清明，那是清明。Hello， 流浪到屏东。Hello， 落水。谢谢秘书的比心，谢谢阳光的玫瑰。对，今天大热门有我，大家可以去补档。对，自然清明啦。谢谢秘书的比心，不是放纵，打瓦哥，你才放纵，是清明。发夹都怎么挑的？哦，我就是看他喜欢的就买啊。对啊，其实我蛮常往买淘宝，就是便宜，便宜比较便宜。对 ，Hello 若水，这个是贝壳，很像，有没有小美人鱼感？对，今天的发型，我这样子有点夹太过去。拜拜空耶，勾耳后看起来比较可爱。对，我今天想不到我要绑什么发型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就夹个发夹勾耳后这样。嗯，谢谢志伟哥的温泉宝宝，谢谢这个温泉宝宝。平常是堂主，今天堂主夫人，有这么夸张？平常是堂主，平常是郡，平常是郡主，今天是郡主夫人，怎么？我说的是放松哦，轻松一点。对啊，直播的时候其实我平常是很轻松的。对啊，今天刚好有工作。其实我以前基本上都会挑我有工作的时候直播，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最喜欢就是不浪费，就是要化妆的话那一天的妆就要用到极致。谢谢益生菌的带我去流浪，谢谢益生菌带我去流浪。 Hello 小恩，你这样打扮也是好看，谢谢 Ray， 我也是有好看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 Hello 小恩， Hello 乌迪亚，我为什么会就这个发型也是可以啊，这发型很好。Hello Ray， 这个发型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平常不会失败的，不会失手的发型。对，一装多用。Hello 熊，不是啊，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妆，把妆用到彻底，最好化妆的那一天最好一天到晚都有工作，这种感觉。对，然后就是，尤其是有时候节目还会有发型师弄头发，哇，那头发就超级厉害的头发。那天就要把握机会直播啊，对不对？谢谢证人的吻手礼。我最近已经很久没有中午直播了，因为我就是腰会酸。对 ，Hello 熊，我那不是懒，我跟你说，我那叫做叫什么？我这叫做，这应该要有一个什么形容词 ？Hello Ice。我那叫做什么？我想不到词呢。我想一下啊，腰会酸，就是因为我那边的座位有点不太，就是我坐久了腰会很酸。对，我这叫做懂得利用资源吗？善加利用。对，我知道我那叫做用到极致。谢谢智的温泉宝宝，谢谢智的温泉宝宝，我那叫做。发挥到不浪费到极致，对，坐姿问题可能吧，就是我腰有伤，对，发挥到极致，我跟你们说。然后你看，如果你一天没工作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彻底的不化妆，然后让你的皮肤好好的休息。皮肤跟你们说，皮肤要给皮肤休息时间是很重要的。Hello， 心莹，对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发挥到极致，对。
Hello， 哎呦喂啊！哎，我跟你们说，像 Hello 塔比太郎、塔比兄堂 ，Hello， 真的有时候化妆明明都是同一个人，就我自己帮自己化嘛。其实真的有时候化的比较好，跟有时候化的比较差，可是那是没理由的，就是每一天的手感不太一样。对，谢谢 Red Kiss 啾啾，所以真的有时候会觉得，哎，我今天化的怎么特别好？然后或是有时候会觉得，哦，今天睫毛怎么夹都不翘这样子。对啊。今天会开比较久吗？今天不会，今天只开到12点，因为你们12点要去看 YouTube 的综艺大热门首播，对，休息到极致，素颜开台，不，有点不太敢，对啊。我刚刚想要讲一件事是什么事？谢谢志伟哥的质朴的守护灵 ，Hello 米雅雅是谁叫我？谢谢 Hello 塔比太郎，谢谢志伟哥质朴守护灵，谢谢克里斯续费一个月，谢谢克里斯兄堂续费一个月。哦，我想讲一件事，就是呢，我最近有一个很蛮困扰的事情，就是呢，我这边是我的左脸嘛，我左脸的睫毛就是很好，然后我右眼的睫毛就是有一点，就是掉了一些，就是你们知道，就是睫毛夹有时候你夹的不太好的时候，很容易把毛夹下来，然后睫毛又长得很慢，然后我这边的睫毛就比较稀疏，所以我都会想说，我其实希望我可以尽量，有时候可以让我的睫毛休息一下，就是不要涂睫毛膏，因为其实你如果涂睫毛膏跟那些卸妆，你对睫毛都会很容易掉。对，我现在左右眼睫毛虽然不一样，然后所以有时候都很长，就是这边的睫毛就是夹得很好，然后这边一直夹不起来。对，但是用假的，就是因为我不太会贴假睫毛，所以没有办法用假的，对。然后种睫毛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我不适合种睫毛，因为你种睫毛的话，你其实今天没办法看我直播，为什么？君今天在忙什么？君在忙什么？又是君是去看笑唱了吗？没有，我为什么会？我想一下啊，我刚刚说，就是 ，Hello 大健 ，Hello 思源 ，Hello 透露奖。就是说你种那个睫毛啊，就是你除了洗脸要很小心之外，就是其实你要一直去补它，就是它跟染头发有一点像，就是你一旦开始了之后就回不去了。然后呢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我觉得我有点没办法，就是因为其实这是一笔很大的花费，就是种睫毛其实很贵。谢谢若水的时间镜子，今天被灌醉，哎呦，君尾牙是不是？谢谢若水时间镜子，有抽到大奖吗？有没有抽中大奖 ？Hello 柠檬，我爸爸掉发呀，没有，这是职业伤害，好不好？我这是职业伤害。宏伟没有看，宏伟今天12点之后 YouTube 就可以补看了，对。跟范世海一样，一开始就回不去。赞哦，土豆！刚看完大热门《白汉》，《白汉》12点可以再看一次从那个 YouTube 的重播，然后可以留言。Hello Ricky， 你正在集666666的礼物，666666，加油！666666666是什么礼物 ？Fly 晚安 ，Hello 杨公公 ，Hello Ricky。明天看好哟 ，Fly 记得留言，谢谢杨公公的小浪花，记得留言夸奖，每个人都网军出动，网军出动欲就少不行啊。其实我跟你们说 ，Hello 加蛋，妹妹刚刚看手包，她应该也没有吧，因为她在外面忙，应该是没有。对，直接问有没有中奖，不是啊，伟牙最重要的就是中不中奖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要小心身体，不要喝太多。Hello 宇哲 ，Hello 殷景祥主播 ，Hello Fanner。哦，我要讲就是睫毛的毛，睫毛这个是一个很难讲出来的东西，我跟你们说，睫毛是很珍贵的 ，OK。然后，但其实我的睫毛其实是蛮长的，对，我现在有点不敢给你们看，因为这样就会看到我的细节。我今天不化妆没有化好的细节，就是你们可能会看到晕开之类的，所以还是不要给你们看好了，反正改天再给你们看我很长的睫毛。邦伟晚安 ，Hello 阿元 ，Hello 阿浪 Chen，
雨说爱情热烈的时刻最安心不顾一切的给约定。谢谢百汉，我跟我妹当评审，对，我们是当评审，我们是当真，我们是真双胞胎，对。谢谢 Flag 花回馈丢当时，哦，回馈正当时丢当时，应该是这样吧。谢谢玉的花枝精粹，对，反正大家。可以研究一下我的睫毛，我睫毛其实还蛮优秀的。谢谢字的告白气球，谢谢字的告白气球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塑料台语有吗？我有讲对吧？不是啊，花开正当时很台语诶。回馈丢东西。Hello 苑 ，Hello， 谢谢宏伟的比心，谢谢瑞龙的小浪花，谢谢文相，记得留言啊。妙平的霓虹哥，怎么了吗？完全不对，丢席，丢席，等的儿媳，蛋的啊，什么东西啊？蛋的席，什么什么什么？什么傻眼，到底是什么？锄禾日当午，锄禾是什么？我光锄禾我都不会念了。锄禾，驾速喜不是很舒服吗？驾速喜 ，Hello 萨鲁，等等，播下一首歌。我参加尾牙活动，对啊，我们谢谢环球天使的邀请，对啊，我刚刚讲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，很标准吧，卡比太郎，可以照下睫毛合照，对啊，或是可以跟我的真眼合照也没问题，对 ，Hello Rex，Hello 玄娘，不，左左右右，是是啊，是也很可爱啊，可以留雅雅演员，雅雅演员也很可爱，玄娘晚安 ，Hello 代代。越想念就越孤单，我带着冷漠来到感伤，我感伤原来就是这样。你是我身边雅雅演员，黄秘书，对啊，是黄秘书，谢谢黄秘书的公司邀请我们。不是夜梦想下雪糕。天色的变化，如果有一天我会回到的贴图，啥时候买圆圆雅雅，他是圆圆雅雅，然后我是雅雅圆圆，我们什么时候出贴图，我们改天出一下。好的，我会让他休息的。Hello 色四 ，Hello 益生菌 ，Hello Hitomi，Hello 正女 ，Hello 林果。就相信只多一点时间。对，刚刚有点卡住。妹妹很可爱吗？妹妹跟我长得差不多啊，所以我当然要说妹妹可爱啊，不然我就等于在说我自己不可爱了，对吧？妹妹跟我起码有五成像吧，对吧？对啊，林果收到春联了吗？林果收到春联了吗？原来如此啊！对啊，我都就是很久没提起我们之前已经想过的。
我们的影片的名，那个如果改天，如果改天不是改天，如果未来我们有机会创一个 YouTube 频道，我们就会，我就会叫原来如此呀。对，说到也太快了吧，完全可以贴起来了，好快哦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再见面，时间会不会倒退一点？但比较喜欢雅，谢谢黄鱼。我想想海之外的蓝天，姑娘，一天我们都发现，好聚好散不过是种遮掩。如果我们没发现，就给彼此多一点时间。Hello， 乖乖。愿一天我们的发愿。Hello， 飞高高，占领他的频道不行啊，我不能这样子，我不能这样子破坏他的心血啊，这是他一点一滴累积起来，他不一定会想直接占领。对啊，还是不要好了。我们还是从头开始，不然到时候我们吵架很不好分，对不对？吵架的话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。对 ，Hello， 谢谢 Fly，Hello 青云晚安。我们还是不要直接抢好了啦，毕竟是他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，我还是对他有那个尊重，对，尊重。我们还是再新创一个这样。Hello， 强森。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发现，好聚好散。眼睛电力好强，哎，我平常电力很弱，是不是？我只是，我其实，好了，我下次还是会加强一下我的眼妆，好不好？我赢的几率比较高吗？不会吧，是他的频道，他赢的几率应该比我高哦。谢谢开心的 kiss 啾啾，谢谢开心的 kiss 啾啾。乞丐敢庙功，我不是乞丐啊，所以我不敢庙功啊。开始在想后路了吗？其实也差不多要想一下未来，这样是不是吵架擂台？可是我们吵架其实应该蛮，我一直都觉得我们吵架还蛮无聊的，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看，要看我们拍什么主题吧。对啊，平常都漏电。今天电有接起来啦，对，今天电有接起来。哒哒哒，你们几年后开心的应该会长更快哦。真的假的？有演算法甜蜜期，哎呦，前辈前辈，所以我们可以开心的啦。对，我们开心的频道就好了，大家不用担心，我是不会鸠占鹊巢。对，你们直接吵半小时是吗？我们自己是很认真的在吵架，所以呢，我不太懂那个魅，这个吵架的魅力在哪里。对，你喜欢偶像诗雅，真假？益生菌，感谢你对偶像诗雅的支持，谢谢益生菌喜欢偶像诗雅。我们会打架吗？我们不会打架，我们怎么会打架呢？ Kika 挡住， Kika 挡住，我们不擅长。对啊，我们只会斗嘴，用嘴巴。对，开心。开心的频道。对，家里要设练武室，要打要去练武室打啊。我家没练武室，所以我们不能打这样子。偶像的部分，对，感谢喜欢偶像诗雅。吵架才很流量，可是我们其实也很少，为了很难，我们要想主题才可以吵起来。就有些事情我们可能吵不起来，对啊，有要看事情。对，我们以前都为了很白痴话题吵架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现在还是依然会为了很白痴的话题吵起来。对，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我们永远都会为了一些很白痴的事情吵起来啊。有些事情我们反而不会吵起来，对。这就是说不准。对，会互不相忘吗？以前吧，以前不懂事的时候会是真的吵到生气，然后一段时间不讲话。可是现在不会，现在其实很好，现在就是脾气修养都变好了，然后成长了嘛，成熟了，懂事了，就不太会去吵架。对，
Hello 店长 ，Hello 包子 ，Hello 晚熊先生。转身再站位你的身边，一个人过一天，想过一年。选衣服上节目有吵吗？不会耶，我们就是理性讨论。对对对，因为吵架会拖慢事情的效率嘛。啊，我们想要赶快解决，有效率的解决，所以我们不会吵架。对。那是谁先开口也不会，就是过一阵子之后气消了，我们就会开口讲话。对，我们其实不会真的生气，不会真的走心。对，家人没办法真的吵架，因为家人你还是要见面啊，就是说，对啊，以前那是小时候，现在已经不会吵架，现在不太会，现在不太会吵架。对 ，Hello 熊宝宝呜。再玩一次朋友，朋友不会再被骗了吧 ？Hello， 朋友，如果再被骗一次也太笨了吧？那跟粉丝吵，可是你们不太会跟我们吵架吧？你们应该吵不起来，对、啊。来跟我吵看，不会吧？我们没什么事情好吵的啊，我们很多看法都一致，不是吗？家人大吵，对啊，家人大吵就会。大吵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，是真的会决裂的那种，不然家人不太会吵架吧，都要一直见面的，对不对 ？Hello， 企鹅，吃糖的饮料，都是一些很可爱的小事情。对 ，SKR 上次就那么笨，哎，他们应该学聪明啦，他们应该已经学聪明了。对，该借的衣服还是要借，没错，该利用的还是要利用，林果。隔天就和好，对啊，其实家人吵架很浪费时间，也很伤身体，对，哪还生气起来？哎呦，齐威笑一下就没什么大不了，对不对？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，这是什么剧的 slogan？ 微笑 pasta， 微笑 pasta 的 slogan， 对吧？对吧？是吗？是微笑 pasta 吧？诶。我觉得你再骗个几年还是会发现，那我朋友也太没有用心了吧？谁亮谁几率高一点？诶，互相吧，都互相啊。衣服现在都会互穿，因为我们知道省钱最省钱为上，省钱凌驾于吵架，就凌驾于这是谁的东西这件事情之上，所以我们看开了这件事。诶，刚好有这首歌诶。好像这首歌是主题曲吧？哦，这首歌是微笑 Pasta 的主题曲。谁的衣服堆比较高？不一定哎，轮流堆高高。对 ，Hello Ice， 完全的金牛，对我们很金牛啊。对，你衣柜现在超，我现在衣服堆的比较高一点，对。之前一阵子是他堆的比较高，然后这一阵子是我堆的比较高，就是他是一个看时期的不一样，对。是爱能不能永远？哎，这叫什么？天蝎是不是？有点忘记了，谁比较瘦？不知道哎，现在没有互相知道这个情报，对。背起谁的眼泪，说不出的想念。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。哎，男主角叫什么名字？我已经忘记了。Gino 叫天蝎吧，是吧？了双眼。是啊，比较高。你说衣服吗？衣服，对，我现在是衣服，我是蛮高的，对。北极星的眼泪，北极星的眼泪，北极星不要哭，到底叫什么？北天蝎跟谁啊？忘记了。我当然知道他叫张栋梁啊，天晴天吗？
是晴天吗？我看一下下面有没有写。哦，是立晴天，哎呦，是晴天，有点忘记了，对。减少高度吗？哦，我会应该会拨时间去整理一下我的衣服，对。大家不用担心，我会整理的，对。谢谢 Ray 的寓意。曾经走过的昨天，越来越远。北极星的眼泪，说不出的想念。谢谢樱桃妈的 love， 今天是走休闲风，我不今天不是啊，我今天是认真工作风。轩蜜，我今天是认真工作风，平常才是休闲风，我今天是认真工作风。Hello 小猪耳朵，谢谢樱桃妈的 love， 奇威居然还记得，这就代表你有看进心里，对。谢谢杨公公的 love，Hello， 我认真，我今天是走认真风啊。谢谢欢迎正式的比心 ，Hello 柠檬，今天是认真风。瞬间，爱是从两边，即兴的眼泪，说不出的想念。Hello 熊猫眼，今天字特别黑，为什么？你这样说我的字会很难过哎。我认真工作跟懒人躺地风的差别，这代表我已经有一点 mix 在一起了。对，没有，这代表说我其实是一个认真中带着慵懒，慵懒中还是带着认真的人，所以你们才会分不出来。因为我其实就是我其实还是有一些成分，我慵懒的时候还是有认真的成分。认真的时候呢，还是有慵懒的成分，才会导致你们有这种错觉。对，我不怪你们，这个不能怪你们，就是说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因为我就是混合了这两种特质 ，mix 在一起了。对，为什么会看到慵懒呀？没有，你要认真。为什么会看到是认真的我？但是你要从认真的我去感受到我慵懒的那一面。对，你们要认真的去体会，才会感受得出来。谢谢这位哥的寓意，谢谢这位哥的寓意。你工作中都摊成了，哎，我没有摊成烂泥哦，我还是有认真的成分。谢谢 Ray 的枫叶，谢谢。好，唱完他唱完了，换我播音乐。握手会看不到，对啊，除非握手会准备沙发，不可能，但是不可能带沙发，握手会不可能准备沙发。那样就太夸张了，对不对？莉莉亚，迷离的眼眶，为何流浪？心碎的海洋，受了伤。你们要当沙发？你们要带沙发过来吧？你会感谢云，看见云，看见太阳，经历的大地重复着悲伤。他走了，带不走你的天堂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。他走了，你可以把梦留下。总会有个地方等待爱飞上。Hello Nina， 带沙发的话，摊在沙发上。你们不可能带沙发来啦。你们，哎，你们带沙发来，你们可以放在握手会的场地，然后租那个费用，就是像那个大卖场不是都会摆按摩椅吗？然后十五十块钱按个5分钟，你们沙发可以摆在那，然后
做五分钟可能20块之类，你们可以考虑做这个生意。对，感受很广，为你执着。对啊，收费。想逃走了，带不走你的天堂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。逃走了，你可以把梦留下，总会有个地方的大爱飞翔。直接打热面。没有啊，我们就没有敷按摩，我们没有敷按摩的功能啊。要不你们就手动按摩嘛。对啊，你们就去帮他们按摩。对，对啊，赚钱赚起来，然后五单就可以买更多我的握手券了，一举两得，对不对？哎，买300张好像可以搬沙发。不走你的天堂，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。逃走了，你可以把梦留下，有个地方等太阳飞翔。点点点点点彩虹泪光。如果有肌肉酸痛成员的话，你们可能没办法，成员内可能比较没有机会按到。成员的部分，我这个生意我来做，你们不用担心。如果要做这个生意，这个生意我来搞定的。谢谢开心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开心的掌声鼓励。一个让现实找不到你的地方。他走了，迈步走你的天堂。安静。远离他乡，不胜唏嘘，幻化成落叶。我的爱像落叶归根，醉在你心间。几分忧郁，几分孤单，都心甘情愿。我的爱像落叶归根，家也不在你身边。不知道播什么歌了。我可以在公司放一台按摩椅，但是我要先有买一台按摩椅的钱呢。按摩椅也是很贵的，对啊。哎，我按摩会痛，我按摩应该我按摩是蛮大力的，对。谢谢玉的掌声鼓励。打走了带我就只有黑色的卡，没有黑卡哈。哎，要唱什么歌啊？这个好了，好久没播这首歌。等一下，这是 MV 版的啊，它有歌词吗？猜歌，谁猜得到？有人知道了吗？有人猜到了吗？有没有人知道答案？哎，奇威厉害哦，猜对了，就是天黑黑。任性的时候，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。夏天的午后，姥姥的歌安慰我，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。天黑黑。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新鲜的歌，新鲜的年头，人心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。上一首歌，我上一个有说 是唱什么歌啊 ？Lydia。谢谢小白的能量话筒，谢谢小白能量话筒。Hello 两斤柑橘。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，
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，然而横冲直撞，被误解被骗，我可能人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，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交叉路，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，爱总是让人哭，让人觉得不满足，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，好孤独啊。下一首唱什么？我上一首唱 Lydia 吧， FIR 的，再上一首才是北极星的眼泪，是吧？是吗？我上一首不唱 Lydia， Lydia迷离的眼光，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，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，然而横冲直撞，被误解被骗，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，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，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，爱总是让人哭，让人觉得不满足，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，好孤独。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。谢谢 Ray 的掌声鼓励，谢谢 CKU 的花枝精粹。也要勇敢前进，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，我现在好想回家去。Hello 阿春， Hello 翔哥，谢谢吐司吐司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开心的掌声鼓励。 T-O-O不吃葡萄吗？有点晚了，十一点了，先不要吃好了，还是吃一下。谢谢瑞龙的掌声鼓励，谢谢益生菌的掌声鼓励。堂哥怎么那么大声？又想起这个熟悉的前奏。谢谢掌声鼓励，谢谢秘书的 kiss 啾啾，谢谢中日一笑笑的掌声鼓励。谢谢 Frank 的花枝精粹。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，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胸膛，带我飞，飞过绝望，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，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胸膛，带我飞，给我希望，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，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，我终于翱翔，用心凝望不害怕，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。历久不衰的翅膀。其实我选了一首很难唱的堂歌，哎，就是假设我今天是中午直播，我如果没开嗓，我唱这首歌应该会很辛苦。另一首应该不记得，哎，好像有点忘记了，有点忘记了，等一下可以复习一下。对，反正它只是堂歌二号，对，它只是二号而已。对，谢谢开心大胸膛续费一个月。他们 ，Hello 二一大叔。美丽的太阳，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
隐形的胸膛，带我飞，给我希望。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，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。我终于翱翔，用心凝望，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。隐形的胸膛，让梦很久比天长，留一个愿望让自己想象。好多人续费哦，赞哦！一放堂哥，大家就续费了。恭喜 Ricky 升级，恭喜！谢谢 Ricky 大胸堂续费一个月，刚好才续费，我看一下哦。看看，哎呦，恭喜 Ray 胸堂续费一个月，对，这是张韶涵的歌，我们跟他借一下。对，恭喜北原胸堂升到升级，恭喜北原胸堂续费。哎，堂哥真的。堂哥真的有个神奇魔力耶，可以让大家续费的魔力，这就是堂哥该有的威力啊！谢谢杨兄续，杨兄大胸堂续费一个月，天哪，我太感动了！大家一唱起堂哥，就开始唤起你们心中的胸堂魂哦！天哪，破不到30，没事没事哦，一首歌是啊。你们 amazing， 我们来唱一下另一首，只是有一点忘记怎么唱的，堂哥二号，对，堂哥威武，对，堂哥太厉害了，胸膛魂燃烧，你们真是棒耶，这歌有毒哦，胸膛哥，哎，那我在握手会的现场要一直播这首歌，这样，哎，可是认真说，我真的有点忘记。我真的有点忘记另一首怎么唱了，还是我们就取消他的资格，我们就一首歌就好了，我们先取消另一首的。对，你被召唤回来了，志宏心中的堂哥魂。你看我一播放这首歌，大家都感受到心中那个号召力，这威力。翻越了喜与悲，是与非，一双眼看过许多变迁。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累，一瞬间怀疑身边一切。隐形胸膛带着我幻想，掠过那绝望，叫希望。你的力量却是我身上真实的飞翔，带着我抵挡曾受过的伤，每一个孤单的晚上，我们是彼此有心的胸膛，学着更坚强。哎，这首歌真的很难唱，真不是我在说，这首歌真的不好唱，我要认真的唱，不是我不练，是这首歌真的很有难度，这首歌是唱到那个哦，这边有点没气哦，没气。这一路经历了爱与恨，错与对，一句话很难说得完全。有时候我也会想要掉一些泪，哭完了再站起来面对。隐形胸膛带着我幻想，越过那绝望找希望。你的力量却是我身上真实的飞翔，带着我抵挡曾受过的伤，每一个孤单的晚上，我们是彼此有心的胸膛，学着更坚强。
我曾害怕，所以我懂得难免会沮丧的模样。我受过伤，所以更渴望美丽的飞翔。你在我身旁，陪我勇敢唱，像一个保护着我的家。我们是彼此有心的胸膛，飞进了坚强。真实的胸膛，擦去那泪光。还记得梦想。这首歌都要缺氧了，要缺氧了。谢谢益生菌的掌声鼓励，谢谢两斤柑橘的一，谢谢落日一下下续费一个月，谢谢落日一下下胸膛续费，谢谢飞镖小浪花，哎，谢谢飞镖的小浪花 ，Hello K， 谢谢瑞龙荧光棒 ，Hello 这首歌，谢谢阿 K 的荧光棒，谢谢洛克的 Love，Hello 流浪到屏东，哦，这首歌是会，这首歌认真唱会缺氧，谢谢 Ben 的小浪花，谢谢 Ray 的掌声鼓励，谢谢阿顺的掌声鼓励，哈，有几个音有点小错，谢谢瑞龙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小黑的掌声鼓励，谢谢 Ray 的看好你哦，谢谢柠檬的掌声鼓励，谢谢 Ray 的看好你哦，谢谢柠檬的掌声鼓励，谢谢若水的掌声鼓励，哎，我真的是那个有几个音有点小错，对，这首好听，真假这首好听，这首歌真的不好唱，这首歌是要用力的，对。这首歌是要用力唱的，原来还没唱完，还没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吧，换一首比较简单的一点的歌。谢谢神奇黑雕的掌声鼓励，填五十张卷就可以在握手会听到，大家快去填，快去填。没有，因为这首歌需要有一点，就是它你气要足，然后你又要高音要上得去，需要认真，对。谢谢杨公公质朴的守护灵，谢谢 Steven 的真情告白。那我们来唱一点好唱的歌，符合我比较好唱的。对，谢谢 Ricky 的真情告白，谢谢 Ricky 的真情告白，谢谢秘书的 Love。小四 ，Hello， 睁眼好了吗？我看一下，好像还没有，睁眼都不会好，就说睁眼到2月20号，那个2月20号之前都不会好。玉晚安，玉晚安，辛苦了。看来是真的老，喂，没有老，真眼还没好了，快好了。其实已经不会痛了，但是它还没消。谢谢益生菌。音很难抓，对，而且因为我有点不太熟，对。世界忽然变心，哦，突然这首歌变好低哦，等一下，好不习惯。无助的我硬要坚持去中心，听你不听为谢谢志伟哥的缤纷暖暖包，我现在暖暖包很缺货。你要我照顾自己，是我做了什么让天使生气，还是忘了做什么幸福远离，也许该要真的相信是种爱叫远远关心，痛却又哽住呼吸，我用狂奔用无力用噩梦去想你，我讨厌命运骄傲的神情，嘲笑我没半点权力决定，我用痛苦用回忆用深爱去想你，去体会什么是迫不得已，越刚才越有勇气真实地想你。Hello 西兰 Hello 少凯，暖暖包收到一条暖暖包，不会，如果你们身上有暖暖包，你们先自己用，对啊，你们先自己用。这首歌很难唱，这首歌不能唱啊。谢谢阿 K 的荧光棒。还是忘了做什么幸福远离，也许应该。Hello Jeff， 谢谢阿 K 的荧光棒。
感住呼吸。用狂奔，用无力，用噩梦去想你。我讨厌命运骄傲的神情，嘲笑我没半点权力决定。我用痛苦，用回忆，用伤害去想你，去体会什么是迫不得已。越动弹越有勇气，这是提醒你。志宏晚安，是不是担心我怕黑不敢前进，那颗本来的脆弱的流星在拼命闪亮了自己。我用狂奔，用无力，用噩梦去想你。我讨厌命运骄傲的神情，嘲笑我没半点权力决定。我用痛苦，用回忆，用伤害去想你，去体会什么是迫不得已。越动弹越有勇气，只是提醒你。谢谢阿春的枫叶 ，Hello 森 ，Hello 卫星一子。志宏，志宏去，志宏要去休息了。晚安，志宏。谢谢塔比胸膛的真情告白，谢谢塔比胸膛的真情告白。志宏晚安，期待看到你哦。谢谢飞镖胸膛续费一个月，谢谢飞镖胸膛续费一个月。谢谢志宏，谢谢志宏，志宏晚安。是我做了什么 ？Hello， 晴。让天使生气，还是忘了做什么幸福远离，是真要真的相信，是有种爱叫远远关心痛。谢谢开心的真情告白，谢谢开心的真情告白。你看起来比较胖，哎喂，哪有，他给我乱 po 照片，哪有，看起来很是瘦的好不好。 Hello 西梅吉， Hello 小梁，就会甜食啊。谢谢志宏，谢谢志宏，谢谢志宏大胸膛，赞赞哦。谢谢开心的真情告白。是我做了什么让你是生气，还是忘了做什么幸福远离，是有种爱叫远远关心。晚安，志宏。角度问题，看起来比较横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是角度问题吧。Hello， 钟颖。Oko，Oko， 你要去睡了。Oko， 晚安。Oko，Oko， 晚。哎，你们记得，你们现在要早点睡的人，记得明天要看 YouTube 的综艺大热门。晚安 ，Hello Andy 安，晚安志宏，晚安 Oko。输谁都可以，就是不能输谁。Ricky 很了解我哦，不愧是 Ricky 啊 ，Ricky 很了解我哦，他很会选照片。哎，你看他就是，你看这个人，你看这个人，等等就可以看。对，12点。哦 ，Oko 是在跟志宏说晚安，不是在跟我说晚安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会错意了。Hello， 乖乖，快下班了，加油加油！你早上6点看好哦。益生菌 ，YouTube， 谢谢若水的告白气球，谢谢若水告白气球，谢谢若水。Hello， 班伟，工作完的直播特别嗨，有吗？因为工作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录节目需要提升到一个，就是提升到一个嗨一点才行，这样子，就是开关要打开这样。对啊 ，Hello 东东 ，Hello 翔哥，东东晚安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子眼睛动，哎，我还没看异想天开的新预告，来看一下。喜欢听日文歌吗？我喜欢，只是我不太会唱。对。
到底谁是年兽？你们觉得谁是年兽？那、啊、你们怎么可能会知道？才看预告而已，肯定是不知道。记得去下面留言啊！我不是年兽，我就不是年兽。年兽版狼杀年兽版，哎，你们怎么觉得是我呢？你们要看节目播出才知道啊！谢谢开心的看好你哦，谢谢开心的看好你。哎，刚刚那个访问没有一个人讲到是我，哎，你们就这边说我一脸年兽样，你们很奇怪哎。Hello 阿萧，放鞭炮驱赶年兽，我不会，我不怕鞭炮啊，所以我不是年兽。Hello 亚曼路普。真相只有一个。哎、欸，刚刚那个访问真的没有人说是我，然后你们在那边猜是我，你们很奇怪呢。你看小迪说是林蛋呢、欸，小迪说是林蛋，怎么会是我呢？你们不相信小迪吗？你们不相信小迪？还记得小小年纪松开我的手，迷失的你，在回忆里的伤悸。手还握着冰淇淋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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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不是我啦，真的。哒哒哒哒，啊，不是啊，你们看节目就知道啦。等节目播出，你们从一起猜谁是年兽啊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我想要播一点开心的歌，可是找不到开心的歌，镜头特别多，好像也是，哎，我也不确定，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剪出来是怎么样，等剪出来才知道啊。嘿啊，丢啊，你们现在怎么知道谁镜头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好运来，恭喜呀恭喜，发发大财，好运当头，怀孕什么、啊？不太会唱。恭喜呀、啊、恭喜，发发大财，鸿运当头。不瘦怎么当年瘦？哎、欸，那我要当年瘦，因为我很瘦。这样，吵架的时候镜头最多，每次都爱剪我跟李怡姐吵架的镜头，这样子。其实我们平常也没有很常在吵架，只是吵架的都一定会被剪进去而已。那就让大家以为我们感情很不好，其实我们感情很不错，也是不错的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要播什么歌。I wanna love you, I wanna miss you. Today can I get my 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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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? Every day, 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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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. 吵架的地方最有梗，最感情差连吵都不会吵。对呀、啊，感情差真的是连讲话都不会讲话，好不好？不要碰我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哎呦，不知道播什么歌呢？这首歌怎么唱？啊，这首好了，双胞胎唱的歌，提醒大家记得去看。石俊先生，您的房间到了。双胞胎，等一下综艺大热门的双胞胎单元。那是那个武打那一集吧。听着听着又哭了，朋友可中你说你和他们，窗外天空失眠了，星星还孤单的闪着，
我最执着的，竟是你从来都不在乎的。放开手，天突然亮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现在我一个人不哭了，看着你最爱看的电影，哼着你的歌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何必为不值得而哭呢？让我明白，失去你才会快乐。对，我差点就要抢拍了，幸好我有忍住，幸好副歌女王，副歌女王的地位有保住，没有抢拍，没有抢拍。朋友口中听说你和他的，窗外天空失眠了，星星还孤单地想着。原来我最执着的，竟是你从来都不在乎的。放开手，天突然亮了，哭了，不哭了，现在我一个人不哭了，看着你最爱看的电影，哼着你的歌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何必为不值得而哭呢？谢谢你让我明白，失去你才会快乐。谢谢 Ray 的 Love。哭过的人才会懂，爱没有满分，微笑的人总会有幸福的可能。不哭了，不哭了，现在我一个人。哭了，看着你最爱看的电影，哼着你的歌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何必为不值得而哭呢？谢谢你让我明白，失去你快乐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何必为不值得而哭呢？谢谢你让我明白，只有你很快乐。谢谢幻影战士的胶卷 ，Hello 小易，谢谢翔哥，谢谢豆力王的小浪花，谢谢 Ray 的荧光棒，谢谢星战火狐，谢谢开心的比心。谢谢少凯，谢谢开心的比心。保佑爸爸妈妈长命百岁，开战吧！谢谢益生菌的玫瑰，谢谢 CKUMK 的掌声鼓励。只能说他厉害，喂！可是我的应该就没有，我选的应该就觉得我们身材差不多吧。谢谢酱油派的，不是，晚安酱油派。嘟嘟嘟，算了啦，只能说他会选，但他选的那一张我觉得光比较不好。谢谢开心的眼睛叶张仲，谢谢开心的眼睛叶张仲 ，Hello Type Kid， 选照片啊，选啥？选照片。DNA 说明了你动心的理由，证据站在我面前还要说，唱一下舞曲好了。啦啦啦啦啦，谢谢土豆，赞哦土豆。但我其实不太会唱这首歌。Hello Curlys，这首歌怎么？我有点不太确定怎么唱。
谢豆力王的小浪花。海更也在喉咙，你的心演得好落，你的招数有好久。So tell me baby what you waiting for， 早就该自首，早就应该知道情况，畏畏疏而不漏的相思了太多没有用，瞳孔说谎言不足爱情的寂寞，指纹在我手心里留下你的心动， DNA 说明了你动机跟理由，证据摊在你面前还有什么话好说。我们那天衣服很特别，我们上节目，双胞胎上节目衣服都是我们特别去找同款，就是我们尽量找很像的衣服，所以我们每次都要精心搭配，每次都要去买新的衣服。知道情况为怎么唱啊？这个相思了，这一套比猜歌的衣服好看，真吗？这一套是第一套买的，当然是最好的选择。对，瞳孔说谎掩不住爱情的寂寞，指纹在我手心里留下你的心动， DNA 说明了你动机跟理由，证据摊在你面前还有什么话好说，爱情的寂寞指纹在我手心里留下你的心动，你动机跟理由，因为就是要看起来很像一套，所以要看起来很像，就是看起来很双胞胎，所以你要去找，不好找，要找到同款，然后不同色，不好找。对，我变超强了，有吗 ？Andy 安，怎么说 ？Andy 安，哪里变强？现在塔比太阳的枫叶 ，Hello 陈鱼，对啊，我们超少一样的衣服，我们都是特地去买的，因为我们没什么衣服是很像的，我们完全不会买同款衣服，以前不太喜欢买同款衣服。因为觉得浪费钱。掩不住爱情的寂寞，指纹在我手心里留下你的心动，了你动机跟理由，证据摊在你面前还有什么话好说，以前完全没有吗？ Hello 自伟哥，因为其实我们两个会互相分享彼此的衣服，就是 互相借嘛，但如果你买了同款就失去了，就没有办法借了，所以我们会觉得有一点浪费，所以就是尽量不会买同款的衣服啊，因为上节目需要，所以就会穿同款的这样子。DNA 封印不住爱情的理由，证据摊在你面前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好说。谢谢开心的 kiss 猪猪，谢谢开心的 kiss 猪猪。直播再穿一次好像也可以哦，应该不便宜。哎，对啊，就为了上节目，对，为了上节目。谢谢 Andy 安，谢谢 Andy 安看我长大，是这样说吗？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就是一种投资，把它看成一种投资，什么投资？投资是资，投资。谢谢开心 kiss 啾啾，谢谢瑞龙的看好你哦 ，Andy 安，谢谢 Andy 安。其实真的是这样，买衣服通告费就剩不多，可是呢，现在的重点不是通告费，现在重点是希望可以让更多人认识我们。对，认识我们。彩虹的微笑，彩虹的微笑是什么？彩虹的微笑怎么唱？我是好像没听过这首歌哎。彩虹的微笑，彩虹的，哎，我真的没听过这首歌哎，谁唱的啊？啊，是王心凌的，那我应该听过啊，我只是不知道他叫这个名字啊，我听过了，就这首歌。哎，这首歌我知道，我不知道它叫《彩虹的微笑》。天空是绵绵的糖，是吧？
好久没唱这首歌哎。空虚面，哎，这竟然没有歌词，等一下。就算塌下来又怎样？希望之后有其他节目。对啊，希望就是大家就是需要双胞胎的时候都可以找我们，我们可以配合。等一下，我要找一个有歌词的，当机了。等一下，现在有点当机，不知道怎么了。哎，这只有2分46。听书帮助我的宝宝消化顺畅。这首歌本来就只有2分钟吗？只有3分钟。宕机了啦！气死我了。对啊，现在线上的双胞胎不多，是真的是这样子，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多找我们。Yes， 双胞胎的时机来临了吗？没有啦，就希望有机会可以多上一些节目，让更多人认识我们这样子。对，天空是绵绵的塔，就算塌下来又怎样？深呼吸，甩开悲伤。这谁唱的？这不是王心凌唱的，我要听王心凌唱的。哎啊！谢谢豆力王的告白气球，有没有歌词啊？谢谢豆力王的告白气球。嗯，心电感应哦，没，其实没有心电感应啊。Hello， 小兰，其实对啊，偶尔可能会有吧。对，送一送哪？哪有中间还有很多？好吧，还有 Tomorrow 啊。是绵绵的糖，就算塌下来又怎样？深呼吸，甩开悲伤，身体像爆炸就大声唱。爱很 easy， 很 easy， yeah yeah， 很轻，很 easy， 很 easy， whoa， 很 easy， yeah，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。再大又怎样？干脆开心的另一场。对啊，还有 Tomorrow 就是燕君哥跟燕虎哥。哎呀，还有依依佩佩啊，其实很多双胞胎啦。是，你们跟我有心电感应吗？有啊，胸膛感应。我们有胸膛感应，胸膛感应。谢谢 Gemini 的一见倾心，胸膛感应启动。哇哦哦，梦很 easy， 很 easy， yeah，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。天空是绵绵的糖，就算塌下来又怎样？雨下再大又怎样？干脆开心的另一场。对啊，左左右右，左左右右还小孩子，他们才国中生呢、啊。对，胸膛感应，能感应什么？我也什么都可以感应，呵呵，看要感应什么。对 ，easy and easy， yeah， 心情很 easy， 很 easy， no， 梦很 easy， yeah， 少爷 ，hello。什么大不了？天空是绵绵的糖，就算塌下来又怎样？雨下再大又怎样？干脆开心的哭。左左右右是双胞胎吗？对啊，左左右右是双胞胎，他们真的是双胞胎，长大的时间很快。对，小孩子都是一瞬间就长很大。对，左左右右。左左右应该不会，左左右他们有自己的经纪公司，他们应该不会来 AKB 甄选。对啊，他应该不会来我们这边甄选，他们有自己的经纪公司啊。只恢复59%，小灰灰，你看才恢复59%而已。QQ， 哎，
花的嫁纱怎么那么熟？花的嫁纱怎么唱？花开当当当当是吗？哎、欸，可是没有歌词哎，这样我不太会唱哎，是这样吗？《天国的嫁衣》的主题曲，花什么雨？真的，奇味是不是跟我的那个看剧的很 match 啊？什么我讲的奇味都几乎都知道哎、欸，厉害哦，奇味！艾莎17都快27了，十年就这样子过去了。哎、欸，我要歌词。诶、欸，歌词，这个吐司，年纪可能差不多。哦，对啊，还有可分可方，他们不知道他们是日本，他们不是姓日本，他们是混血儿吗？还是日本人？有点忘记。艾莎27，奇威小时候准时看三立，对我也是准时看三立。世界的爱多深？哎，不是这首啊，这是《爱的天国》哎，我要的是《花的袈裟》。白兔，对啊，白兔是厉害的，很厉害的前辈。白兔 ，Hello Talon， 白兔比较不是综艺性质。比心，谢谢天冷的胶卷。爱是热泪的芬芳，是蝴蝶的翅膀，是伤心的蒲公英，对着他的方向。爱在孤独中绝望，在绝望中坚强，坚强后继续不停想着他。没有吃葡萄，对啊，已经51分了，已经来不及吃葡萄了，明天再吃吧。大家是很想要看我吃水果是不是？一定要吃水果是不是？谢谢 Andy 安的荧光棒。开在太阳下，等着情人呀，努力盛开却等不到他。雨忽然一直下，打乱这画架，骗自己他就要到了。可以怪上错儿的身旁，是蝴蝶的翅膀，是伤心的蒲公英，迷失它的方向。爱在孤独中绝望，在绝望中坚强，坚强后继续不停想着它。它是花儿的芬芳，是蝴蝶的翅膀，是伤心的蒲公英，迷失它的方向。
在孤独中绝望，在绝望中坚强，坚强后继续不停想着他。丢了爱的他，心像被挣扎，身体无助到想要死掉，雨一直不停下，眼里进了沙，骗自己已没有牵挂。谢谢 Gemini 的荧光棒，谢谢翔哥，谢谢志伟哥的吻手礼。副歌是花，哦，副歌是爱，是花儿的芬芳。谢谢益生菌的玫瑰 ，Hello June， 还不是副歌的地方唱错。谢谢志伟哥直播的守护灵，没有九点就没有吃播，对啊。Hello 安德鲁，呜吼呜吼吼，今天结束了，下个礼拜，对，下礼拜直播。这礼拜没有直播了，但这礼拜有生日会啊，还有那个 Life Asia。谢谢秘书的 Love， 这首歌很好听呢。那时候偶像剧的歌都很好听。谢谢幻影战士的比心花，爱是花儿的芬芳，是哒哒哒哒哒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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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谢谢瑞龙的一万个赞，谢谢瑞的戳戳你哦，谢谢瑞的戳戳你啊！生日会见，生日会见，阿基拉。你 ，Bye bye lady。真的会有很好的睡眠品质，真的吗？那就好，要睡得好。哎，要念榜吗？其实差不多嘞。我在放，我先选一下歌。嗯，好，念一个排名。广告。第十名 Frank， 十九名是塔皮太郎，十八名是 CQMK， 十七名是玉，十六名是勇哥，十五名是阿基拉，十四名是杨公公，十三名是开心，第十二名是瑞荣，第十一名是 Ricky 换我的眼睛了，谢谢 Ricky。 第十名是豆力翁，第九名是若水，第八名是小白，第七名是 Curlis， 第六名是 Fly， 第五名是益生菌，第四名是 Gemini， 第三名是 Ray， 谢谢 Ray。 第二名是智，谢谢智。第一名是志伟哥，谢谢志伟哥。我会看完大热门才去睡觉吗？我应该会先去洗澡，然后再看大热门。对，先洗澡，然后看后面的大热门，然后呢再看前面的大热门。对，谢谢 Curlis。 因为不洗澡就躺在床上有点奇怪，就有点好像没有放松的感觉。拜拜 Oco， 大家一起去看首播哦。晚安 Ben。拜拜二一大叔，会洗头吗？会啦。辛苦了文相，辛苦了沙鹿，大家去看综艺大热门哦。我要是喵比塔比胸膛，谢谢 LY778888音。对，我会再检查大家有没有留言，图都了解我的套路。齐威晚安，翔哥晚安 ，Andy 安晚安，乖乖拜拜。晚安 Ricky， 晚安开心，晚安流浪到平头，晚安柠檬，晚安月下，晚安古早古早味，晚安阿冠，晚安少爷，晚安君汉，晚安 Ray， 今天会洗啦。晚安萨鲁，今天有喷发胶。家居晚安，小黑黑晚安，文香晚安，阿春晚安，
飞镖晚安，志伟哥晚安，桃花哥拜拜。没有啦，要结束了，就是综艺大门，大家赶快移居综艺大热门。小白晚安，樱桃猫晚安，飞镖晚安，外星粒子晚安，阿冲晚安，少凯晚安，翔哥晚安，飞镖晚安，幻影战士晚安，瑞晚安，天冷晚安，羊妈路普晚安，瑞拜拜，数学课本晚安，三本晚安，天冷晚安。杨公公拜拜 ，CJ 拜拜，玄米拜拜，人好拜拜，洛克拜拜，杨公公拜拜，加蛋拜拜，谢谢 Andy 安康木要认识我们，要追踪我们呢。晚安秘书，晚安 Himeji， 谢谢 Himeji 再见才有，胖克晚安 ，Frank 晚安 ，Collis 拜拜，晚安 T 球哥，阿翔翔哥拜拜，俊颖晚安，下次聊 OK，Andy 安拜拜 ，Collis 拜拜 ，Frank 晚安，胖克晚安。阿基达晚安 ，CKU 晚安，楚雄晚安，胖哥刚来就要拜拜了，没办法，因为大家都要去看综艺大热门，拜拜久一点要撑够时间，好要拜两分钟，三分钟，下礼拜直播见，吐司吐司拜拜，瑞龙晚安 ，Jimmy 你拜拜，齐威拜拜，可以啦，我拜都会拜很久，我了解自己，所以提前拜，柠檬晚安，景轩 ，Hello 景轩。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，我的心空出了一块啊，一块已经到一块了。晚安益生菌，踪影晚安。回忆比真实精彩，谢谢俊的荧光棒，开心晚安，谢谢瑞的真情告别，谢谢瑞的真情告别，直播看起来看起来，沙鲁快跟他冲去综艺大热门的 YouTube 频道，谢谢俊的再见沙友，下礼拜也是晚上吗？对，下礼拜也是晚上，谢谢益生菌的真情告白，谢谢益生菌的真情告白，快快快，综艺大热门大家有没有去了？谢谢 Ricky 的真情告白，嘟嘟。拜拜邦伟，谢谢 Ricky 的真情告白，谢谢 Ricky 的真情告白，谢谢益生菌的真情告白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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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要去哪里看？哎呀！定权定权，拜拜拜拜，高歌离席，开始了，为什么找不到？你们找得到 ？Why？ 午夜十二点，对啊，拜拜拜拜，准备转账转场，拜拜拜拜。诶，为啥找不到？拜拜拜拜，整集放上啊！真的假的？没有首播，可恶！好吧，大家留言留起来 ，Go！ 好啦，那你们赶快去看吧，大家拜拜，快点去看呢！现在没有整集放上来了，大家 Go！ 整集直接上，没有首播，今天没办法首播了，整集直接上了，大家去去吧，拜拜拜拜，晚安。我会先去洗澡再开始看 ,OK, 拜拜，俊拜拜，柠檬拜拜，土豆拜拜。他们有些时候好像会首播诶，真的。中影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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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落水拜拜，晚安月下，晚安阳公公，晚安翔哥，晚安飞镖，大家拜拜。哦，只有猜歌有哦，因为猜歌要跟观众互动的样子，对啊。俊影拜拜，阿光拜拜。拜拜，鳄鱼拜拜，安德鲁拜拜，少凯拜拜 ，Hitomi 拜拜。哦，只有猜歌会首播，下次就有机会可以猜歌。在猜歌的时候，下次我们有上猜歌单元，所以下次大家可以在猜歌的时候攻占，攻占首播。好了好，拜拜拜拜，下次再提醒大家。拜拜拜拜，真俊，拜拜，星期六见。拜拜。